西藏特产有哪些？西藏以其雄伟壮观、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闻名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西藏有哪些特产吧。一、唐卡。唐卡是西藏的特产之一，唐卡构图严谨，比例精细，尤善肖像，着色浓艳，属于笔彩的画法。二、雪莲。雪莲是西藏特有的产品，其分布在西北部的高寒山地，是一种高疗效药用植物。三、麝香。麝香是西藏的特产，它是雄性麝鹿的腺囊分泌物，有特殊香味，是世界名贵药材之一。四、藏刀。藏刀是西藏传统工艺品，其历史悠久，风格独特，深受游客喜爱。另外，西藏还有西藏藏红花、尼木藏香、当熊牦牛、扎南普鲁、昌果红土豆、亚东黑木耳等很受欢迎的特色产品。